优珍珠为什么会忘忧？因为它里面有加那个咖啡果皮茶跟莫扎特冷萃茶，那最后再点上金箔。哦，是哦，哦，有金箔就忘忧了啦。今天是成功大厦91周年的校庆，就要欢迎校友倒回来，所以开了150桌。比如的，咱就是林汤海嘛，比如。今天办桌的师傅是传说中的阿勇师。这就是阿勇师办桌的团队。阿勇师还没来哦，我在等你呢。来过啊？有一季。目前看到的都是真材而已。啊，拄只来，即马佫开两间过来。哦。看这个物件做甚物个头家？这杯忘忧珍珠茶是现代甲着精英饭店共同合作的。你们是酒醋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安尼来第一瓶来，关键嘞。这是林汤海吗？今天？啊、今天是林汤海吗？一直喝吗？喝通海。今天喝免费的。啊。今天喝到饱，今天是喝到。喝到饱林汤海吗？不是吗？汤海林汤海。小姐，你叫啥名？林通海。你叫林通海哦。我买过几条。置业重返19岁，我下面19岁啊。好、哦。哎、来，他九一啊，19啊。哦哦。九一，他重返19岁，他笑人。今年成功大学已经我因为伫新台有驾车，所以嘛来参加。现在林盘有五道，叫做五子进登科。谢谢谢谢。也谢谢。这款哎呀哎呀，够谢谢够谢谢嘞。哎，五子登科，啊，才会四项尔，不是搁减一项吗？啊，那开端在哪里啊？还有五子登科啊，搞的五子进登科。梅干，梅干在这里啊。欧一记，欧一记。地方，地方是风貌。第五道就是。好吧，五子登科第五行。现在场内有我们棒的大人，大家看到校长手上的，台下的各位校长。好，先生，来看一下菜单姐，那边雪蛤还是什么？雪蛤干贝猪。对，雪蛤干贝猪。哦，我来记得。雪蛤干贝汤。要放银芽，再放。香菜，再淋一点醋。哎，这好，好吃哎、啊！冰鱼。好、哦，冰鱼啊，冰鱼，哎，蜗牛皮啊，冰鱼蜗牛皮。蜗牛皮就是五个物件，甲伊切做上柳枝状，才叫做蜗牛皮。哎呀、啊，
啊，你看我大行比较有志壮啊呢。啊，这是大冰鱼哦，一项呢，伫台南呢，我有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板诶板特产。我带一看啊，水果炸的传你带来。哦，我这个水果吃不完，要安怎？啊，应该得看应该去处理啊。哦，你应该负责上来。我就跟你讲讲，伊上好拢吃完啦。上好拢吃完啦，系啊。无我干那吃，我干那吃呀，有诶。要吃等于搁，系啊，搁啊艰苦。我就用个冰柜啊。对啊。我迄大台本搁加来。系啊。头前食甲香滚滚，啊，唔知影讲后壁原来有遮侪人来做伙工作。这就是咧进大冰鱼啦。最好诶，大冰鱼这个南五柳鸡诶上脚去。北极贝，超级虾。阿勇山咧办的上大的特色就是卖韩制的传统的做法。所有的餐饮，大优美，原汁加醋，一个人包下来。北极贝啦，阿以为这名作做虾啊，这叫做虾虾虾，虾虾虾。明天，哎，做这样啊？你看，贵啊，这两三。叫啥？这一道叫什么？魔球，这是魔球。这个叫什么？啊，师傅一件，师傅一件，你的，他把一件你的呀？你家吗？哦，他把一件，台湾花姐。哦，原来三百鱼鱼羹嘛是会当做料理啊！来，这个红毛啊，红毛啊几年啦？五十担。哎啊，乌毛啊几年？三百五十担。鲍鱼烧白菜，这是鲍鱼烧白菜，白菜在里面嘛，对不对？外面是花椰菜。这个就是传统的板豆菜布袋鸡。板豆有啥物？干贝啊，啥物一堆啊，好料的啊。布袋鸡是拢无骨头的啊。哇，这啥这啥？这啥物物件？金钱虾米。米糕。彩绘米糕，彩绘米糕，你改一点播，改一点比较再恐怖一点的方法。大家店员累，不要吃东西啊，不好意思。哦 ，V 哥 ，V 哥，我们恁这个需要订。这几行，这几行的，这两行的，水果出来啊。哦，你看这水果哇，壮观啊！你要看吗？电视啊，电视啊，这边被丢电视啊！来，水果夹起来，丢电视啊！拿香菇包，香菇包，香菇包，哎，怎么长得像？写没有？哎，香菇包。今天的吃饭跟出行。哇，是安尼哦，哇，哎，赞赞赞，这做起来。香菇很漂亮。香菇也漂亮，外面是做成香菇的样子啦，嘿啊。哦，你这卡住真紧，安尼马上要收啊。这水果上面拢已经开始在收啊。今天吃到很饱，星光大侠生日快乐！